位在杭州上城的清河坊历史文化特色街区，保留了明末清初的历史街道，是一处知名的旅游景点。发展历史悠久的清河坊，早在南宋时代就已经是书上记载的大城镇。目前保留了历史建筑的外观，更引进了餐饮、古玩、纪念品等各种类型的店家进驻，在老街中品尝在地美食、喝茶聊天、欣赏字画、艺术品、古玩等店家，更有说书、弹琴等艺术表演，重现了古代游人如织的繁华景象。想体验繁华的杭州景象吗？别错过清河坊历史文化特色街区哦。